台湾作为工信科技集团所设立的安心观农业专属平台，现在除了帮助小农行销，也要扩大这份用在地守护在地温暖。结合昆林县政府的食物银行的理念，将安心观小农用心栽种的农产来关乎弱势家庭。今日馆长李进勇也甲台湾作为工信科技集团旗下嘉联友善电视公司以及北港友善电视公司做会举办关键仪式，唔忙讲就此来抛砖引玉。用在地，守护在地。画出用在地、守护在地口号，台湾作为工信科技集团所设立安心群农产专属平台，现在也要扩大这份支持在地用心，和昆林县政府合作，将小农用心栽种的农产品，关乎食物银行弱势家庭，得到县长李进勇的大力支持。不管是嘉联也好，不管是北港有线电视也好，都为咱昆林县咱的民众的啊提供真好真好，包括啊新闻的服务，包括各路的节目等等哈。也充实了我们县民的生活的内涵啊！啊，除了因的这个企业经营非常优质之外啦，尤其是对咱社会的公益也积极的投入啊，可以说是力挺我们的小农的面貌。这个台湾所谓更新科技集团将要关注200分小农的优质农产品。集团旗下嘉联友善电视公司和北港友善电视公司的董事长，拢希望借着集团支持在地、帮助在地行动来抛砖引玉。因为我们台塑科啊，一向对这个弱势团体的关心，都是跟随着这个李县长的脚步，希望更多的乡亲能共襄盛举。一台一台友善电视公司的工程车，清理小农的农场，支持因的用心，也好接受协助小农变身帮助人的角色。感谢咱县政府积极的推动，啊，搁这个嘉联电视。伊嘛真请出来少年啊吼，我感觉足感动的吼。安心于这个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参加这个用在地、守护在地的活动，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村垦问题是不银行收到物资大部分是大牛，现在有人愿意上来亲身收购，而且还是在地优质的农产品，或者是有帮助的民众是真感动。云林县政府也结合食物银行、复兴基金会、嘉北联、嘉联以及在地农业的朋友一直资助我的物资，让我更有能力照顾我的女儿长大。为了能够加快这样食物的这样一个就是食物福利的这样子的一个输送，所以我们也在陆续去成立了一个实体银行。那目前我们在斗六跟虎尾都有成立实体的食物银行。昆林县政府社会处也表示，安心群在一箱一箱充满爱心的农产品，也尽速送到弱势家庭的手内，让因度过一个温暖的寒天。记者的三差不多。